我发现到了台湾之宝，台湾真善美。现在啊，人人都知道，哪怕是科学家、天文地理的学者们，他们都知道现在的气候异常，天灾偏多，大家都了解到要节能减碳嘛，这样的议题呢，都知道，世界人也都知道，但是这么多年来，要用什么方法来节约、节能、减碳呢？要用什么方法，实在是无法可施啊！可是台湾啊，环保菩萨做到了，我看到了这样的台湾之宝啊，都是用真心，同样一颗善良的心，到哪里都可以看到了很美的人间净土。虽然呢，它叫做环保站，虽然呢，拉拉杂杂的东西都回收，应有尽有。看看社会人群用的是什么东西，环保站里面都会有，所以呢，应有尽有都是在环保站里，可是呢，都是很干净啊，这都是菩萨心灵净土。环保世界里呢，故事多啊，都是呢菩萨人人的大藏经，真的感恩啊。Thank you.